今天为你们做一个极高度的解密哦。这个视频我们公司的人很反对我把它公开哦，但是我认为赛车就是一种交流哦，赛车就是一种分享，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极高机密的部分哦，还是分享给大家。我怕我的对手学习哦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我们看到下支臂的部分哦，这个底档部分上个视频已经介绍了哦，我们直接采用的是铝制哦，为了减轻它的重量。OK， 那我知道为什么有机密的部分，我可以告诉你们哦，这个底档部分有很多橡皮哦，改为鱼眼。那可能有的人认为说，临时赛车不需要鱼眼，因为一般的场地赛车要有左右转弯，所以需要使用鱼眼来增加它的操控性。那临时赛车既然不左右转弯，有需要用到鱼眼吗？来，这是一个非常机密的一个专业领域哦，我解释给大家。临时的赛车马力非常的大，轮胎瞬间传打的时候会快速的转动。那轮胎转动的时候，它是推动这只前牛腿哦，然后将车身锁紧的部分往前推。好，轮胎靠过这只前牛腿往前推，关键来了，前牛腿的原厂里面设计的是橡皮。好，当车子马力增加的时候，轮胎往前推的时候，这个橡皮哦会产生一个往前的缓冲的力量哦。那这个橡皮原厂设计是要减少它的异音，然后再增加它的舒适感，但是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因为马力已经很大了，瞬间往前推的时候，牛腿产生往前移动的现象。当牛腿一往前移动的时候，这个轮胎的平面哦就会产生一个前束脚的行为哦，因为你的前面的前底档往前推，所以它有一个前束脚的动作。当轮胎产生前束脚的时候，就会造成轮胎在地面上的一个阻力哦。轮胎的最快的加速一定是一个与地面成两轮平行的状态，是加速最快的。如果产生一个八字形的前束脚，然后会对地上产生一个很大的摩擦阻力哦。所以鱼眼是100%必须要在临时加速上出现的，而且必须出现在前牛腿上，这样子瞬间加速的时候哦，才不会产生前束脚。好，这是最专业的知识领域，我不吝啬分享给大家，然后我也不怕我的对手学习哦。我想跟你们说，这就是所谓的赛车工程跟一般的马路熊熊改车不一样的地方。